下面请您欣赏舞台轶事，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大家啊！为什么让侯老师出来一下呢？啊，让您知道这是两个节目啊，别认为回来一个节目，您感觉吃亏了是吧？要不是你心眼多呢？哎，心眼细是吧？这个郭德纲老师啊，能说能唱，哎，很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啊，在我心目当中啊，他是一个最优秀的演员。呵，为什么呢？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掌握的全面。嗯，刚才您听到了《太平歌词》啊，《莲花落》啊，包括这个小曲儿啊、小调啊，人家会的最多。哎，唱的好听。就是啊，嗓音条件好，是，这是天生的。哦，天生就是父母给的。对啊，我跟他妈呢，当初啊，啊也啊，哎哎，这刚下去就找便宜是不是？找什么便宜啊？什么叫你跟他妈给的？我没说给的，我跟他妈那儿问的，一了解，我说那个德纲这个嗓子怎么那么好啊？他妈说：“嗨，你还不知道吗？想当初啊，你跟我、啊……你行行，张，看那意思，他妈也不是好种啊。你哎，你这话有点过了啊。就是说什么呢？父母天生的嗓子就好，对。所以说郭德纲呢，嫂子嗓子也不错。您说清楚，嗓子嗓音条件特别棒。哎，啊，这是咱向人学习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观众缘，郭德纲在观众当中非常有人缘，对，他一上场啊，观众啊热烈欢迎啊，嗯、啊这鼓掌，我们一上来反正就平平是吧？这个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哎哎，这鼓掌走四个，你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这个有时候也很尴尬，是吧？这个走没关系，人家上卫生间呢，活动活动方便方便，抽一支香烟呢，这是很正常的。哎，歇一会儿。你郭德纲刚才喊了半天了，是吧？他也挺累的，人家唱半天，怎么老也喊半天？就是声音比较洪亮啊，我塞啊，这里边特别洪亮啊。是是啊，他到后台呢，他也得休息休息。对，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就是助演。对啊，我们演出时间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来给续杯去，赶紧去啊！因为什么呢？我们演出啊是让您放松放松，对，换换脑子，嗯，让郭德纲休息休息啊，因为他唱了一段也很累啊，后台正吸氧呢，也不至于啊，输液输液，往那一坐，那大夫来了都拍好了啊，那营养快线打开一推，他个糖尿病呢，啊，这玩意儿输死就完了，不，营养液就是那个什么啊，营养液，对对对，反正后台呢稍微的休息休息，哎，缓一闸，我们跟您聊着，是，您放心，我们演出这不在您票价当中，嗯，您票价印的是郭德纲相声专场，哎，所以不是他的演出都不在票价当中，这您心态就平衡了，是吧？我们就是白饶啊，哎，为了让他歇会儿，您待着不也待着吗？是，闲聊，聊聊什么呢？聊聊我跟郭德纲，嗯，我跟郭德纲啊，我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我跟他打小就认识，这关系好啊，发小，嗯，他们是郭德纲的徒弟，对，他认识郭德纲那年，估计郭德纲也得有个30多岁了，哎，33岁，33岁，他认识郭德纲，嗯，我认识郭德纲那年他才10几岁，哦，啊，我们发小，发孩儿就是，呵，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哎，啊，郭德纲当然长半截不长了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反正这没什么办法，也是，咱不提那个，小时候就认识，嗯，小时候呢经常在一块演出啊。没演出的时候干嘛呢？啊，互相串门，嗯，聊了闲天。那年您说为什么现在我想起来了呢？刚过完春节，刚出正月，哦哦，郭德纲跟我那时候那笑话，过年时候您讲讲，过年都放假呀，说我们说相声的到了年底了要封箱，哎，对吧？过了年了假模假式开箱，是吧？怎么叫假模假式啊？哎，开箱，郭德纲在台上还说呢，这是打我这兴的，说相声都跟我学的，封箱开。哪个单位过年不放几天假呀？是不是？甭听他那个，打那个年月过年就放假休息，互相拜拜年呢，串串门都这样。嗯，为什么说有笑话呢？这都真事儿啊！我在马路上那年不是初二就是初三。嗯嗯，我在马路上碰上郭德纲了，我说郭德纲，郭德纲，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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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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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这叫狗呢是怎么着啊？叫郭德纲？不是有这么矮吗？不是，他离得不是远吗？啊啊，从远处叫来的。那怎么在你跟前儿了？在跟前儿。对呀，我不在台阶上头的吗？他在台阶底下。哎，郭德纲来，他这名字也有意思。郭德纲，郭德纲。哟好，郭德纲来，郭德纲来了，干嘛？我说你，哎，你行行行，您就平视就得了，平视看不见的。
我说郭德纲，郭德纲，你这个有点不像话了。现在什么日子？过年知道不知道？过年都不上我家里头跟家长拜年去啊？一挑理，这郭德纲啊，他还真往心里去了。你贫不贫呢？谁这么叫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这多贫的很啊！他这名字多俏皮，郭德纲。你看，天津人。对对对，你说的对。明年吧，明年我头三十给你拜年。明年，明年了。今儿刚初二，这不正是拜年的好机会吗？现在跟我走，上我家拜年去。你说的对，我没想到呢。走。啊，愣去拜年去。这都真事儿啊，朋友们啊，我说一句，我要说一句瞎话，他是孙子。您听听，你拿我起什么事啊？就是告诉大伙儿，这是真事儿。啊啊，真事儿，你就说真事儿。把他领我们家去了，拜年，拜个六啊，拜不了。怎么？我们家没年啊。你们家没年？你们家有人没人？不，没人啊，人都外边上班去了。哟，不在家，就我一人。哦，找了半天，一人，冰箱里都看了，一人没有。是，油也冻死了。你这个拜年怎么办啊？咱把人都叫来了啊。我有主意。怎么办？咱家有家谱。家谱。家谱请出来，往墙上这么一挂，这就是我们家人。您听，让他给这家谱上的人拜年。哦，大礼参拜。嗯嗯，我把这家谱往墙上一挂，郭德纲，跪下。嚯，大礼呀！这都是我们家人啊。我喊一位，你磕仨头啊！嗯嗯，郭德纲实在，是往这这么一跪，我踩着椅子上去，把家谱打开，开始了啊！给高祖父拜年，来吧，跪那儿，高祖父过年好，当当当，真磕呀！给高祖母拜年，高祖母挺好的您，当当当，曾祖母拜年，曾祖母挺好的您，当当，扑叽，这扑叽，脑袋磕漏了，哎呀！曾祖父拜年，曾祖父，扑叽扑叽扑叽。还磕呢，磕了有45分钟。呵，啊，他问我还有多少位，不多了，多少？还有140多位。啊，还一百四十多位，咱八月节再说吧，咱俩没有八月节拜年。他走了，嗯，他走了，我在家我就高兴了。是，他这么聪明的人让我给攥了，您这憋着坏呢。他回家他也琢磨，嗯，要报复报复啊，这兔崽子是不是拿我找乐？才明白，他有主意，嗯，想让我上他们家拜年去。去啊，拜不了，怎么？他家也没人。家谱，哎，家谱也没有，家谱在老家呢。你看，哎，要说这孙子有着坏主意，老一孙子的奔哪儿？奔商店。嗯，商店打算干嘛呢？买一张画。哦哦，人物肖像图。是，他让我给画上的人拜年。嗯，那也就是他们家祖先，嘿，他们长辈啊，奔商店了。十几岁，个儿更矮了，是吧？哈，老板，买画，买画来了。老板一看这孩子14、15，宝贝儿要什么画？带人的，要带人的。家谱得带人，带人的，嗯，带人，这有人的，这个仕女图，行吗？仕女图几个？一个，嗨，一个人不行，太少了，人多点儿。这什么？这个这不错，这个您说，桃园三结义，仨人行吗？三个不行，还得多，还得还得多。这个唐僧师徒，你家满意吗？不行，还得多，越多越好。八仙过海，八个，那是人吗？那个啊。不行不行，还得多，还得多。12寡妇征西，这不都是寡妇不行啊？还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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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多，还多，还多。我们这儿《水浒传》行吗？孩子，这多108将，行吗？不行，那都是土匪，不要那个。你给这土匪还不还得多，还多就是我们这儿这个镇店的画了。什么画？百万雄师下江南。这也不谁画的。怎么样，够数啊？我数过，行吗？好家伙，不行，太多了，不行，太多了。我跟你那么说，老板啊，啊啊，人多是一方面，还有吗？还得要那个一对儿一对儿的，一对儿一对儿。什么意思？家谱不都一对儿一对儿的吗？嗯嗯嗯，一对儿一对儿的。老板误会了，怎么？一看这孩子，男孩子14、15，正赶青春期。哦哦，买画这不行那不行，要那一对儿一对儿的。这个明白了，什么画？这孩子没琢磨好事儿。哦，宝贝儿，等着给你拿去啊。什么呀？拿了这么一卷画，可卷着啊！我说句话是个文词，各位一听您就明白，叫《春宫图》啊。哎，各位朋友都懂是吧？尤其宅男们对这特别熟悉。讲，您别拿回来的时候也没打开啊，没打开，中间拿一报纸啊，粘了一圈，哎，勒在这画上。哎，他保护好了，拿着，是一对一对，绝对一对一对的。回家打开看，有一个单个的，退你钱啊！是，那玩意儿没有单个的。2块钱，2块钱拿着走。嗯，给2块钱把画拿走了。哎，当时没打开看。嗯，回到家里踩着凳子把这卷画啊啊，他得钉在墙上啊。是啊，拿2个图钉就那摁钉啊。嗯嗯，把这画的2个角啊就摁在墙上了。哎，您听清楚了啊，
中间拿报纸圈可箍着呢。嗯，这画在墙上卷着，他没打开看。是啊，急着白脸的跑家找我来了。他着急呀。啊，高峰，走，上我们家拜年去。哦，能说不去吗？叫你了，你这玩意儿，走吧。对，跟着他到他家，跪下。一样。看见了吗？墙上卷的，这都我们家祖宗啊。干了。这话都许出去了。我告诉你，我喊一位，你给我磕仨头啊！行行行行，快点！我这跪着了，他踩着凳子上去，拿这手指甲盖，把报纸圈挑开了，往下撸这画，准备磕头啊！来吧！刚打开有三分之一，郭德纲一看，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哎，您琢磨那玩意儿，一对一对，什么姿势都有，是吧？您就别比划了。哎呦，当时汗也下来了，是、啊、眼神都拧了、嗯、手也直哆嗦、哎、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了，呵，这怎么办呢？可是我在这跪着呢，离着没多远啊，对，我就看见了，嗯，我一看，我说，哎，都没穿衣裳啊，哎，我说这个哏儿啊，哏儿有意思啊，哎，我说郭德纲你快点啊，催他，快点就打开你们家这家谱啊，哎，憋坏，我等着给你们这家长拜年呢，是。郭德纲说句话把我给逗乐了，说什么了？拜嘛年啊，你拜嘛年，你来得太早，他们还没起了，他们都 啊实在说不出什么了，这都真事儿，朋友们啊，我一点不瞎说，真事儿。小时候就在一块儿，就爱开玩笑，老逗着玩。那是郭德纲为什么那么坏呢？嗯，说相声那四个风格里边，帅、卖、怪、快，他有时候啊，他就是这人怪，什么意思？是不是说长得怪？哦，他风格呀比较奇特。是，郭德纲就是。哦，证明脑子聪明。对，这不是说挖苦他，脑子聪明。哦，这还优点。当然是了啊。郭德纲没事，在我们这些演员里头，他是尖子。对，小时候就出头，跟疖子似的，他就出头。您这什么比喻啊？这是就是拔尖啊！啊啊，就是拔尖吧。是是，他什么他都拔尖，要不然挑班呢？你瞧，嗯，后来到北京发展，大家都了解了啊，家里买了房了，买了车了，嗯，开始也租房。对，跟咱一样也租房。拎了买那房子，一开始那房子面积也小啊、哦，一平方米，是吧？一这样搁葱使是怎么着？这太少了，这也一百平方米，说清楚。后来就买那大房子，大别墅啊。啊啊，再说别野也没有意思了，是吧？嗯嗯，大别墅四层楼，嗯，人家自己家里头有电梯，四层，家里边家里有电梯，这是真事。电梯里边有浴缸，啊啊，有时候停电在里边好洗洗。我没听说没有那里搁浴缸的。家里边有电梯呀、啊，是四层楼啊，哎，地下三层啊，这路户型说是他们家是车库是怎么着啊？有，哎，对，他就有时候住 B 三。你说反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啊，咱没去过，嗯嗯，咱没住过，是，咱没住过。哎呦呵，咱没住，家里开那个车，这好车啊。说实在，那车咱都没听说过，叫马拉伊蒂。这马怎么失禁了似的？不是不是，这是跑车，马拉伊蒂这路车，说实在的、啊，不是，咱们进口的。你先等一等。最便宜的也得三四。哎、你先等一等，你是不是想说玛莎拉蒂？马拉利基什么？玛莎拉蒂，对对吗？对对对，玛莎拉蒂，人家华晨玛莎拉蒂。这个车说这玛莎拉蒂也华晨的，是怎么着、啊？咱不懂，加个华晨不就等于 plus 那感觉吗？没听说过这掉价了，这个是吗？啊，哎呦，咱不懂啊，那他不是华晨，原装玛莎拉蒂，嗯，家里俩，两个，一对还有那个这个。也是有点那 SUV 越野，那叫什么壁虎，一黑的一棕的壁虎。你是路虎吧？路虎吧、哦、路虎，对，路虎是我们同学。这个哎，路虎，对对，有俩，路虎俩，全是俩。你看等着碰的他这个，哦，这是开杠的路虎俩、嗯、还有俩那个，这是什么？还有俩那个，那车也高级，咱叫不好名字。什么车？叫什么利？夏利，高级车夏利。这个玩意儿说实在的啊，夏利，哎，现在据说也出了2017了吧？不是，夏利不算高级车呀，那不原来那出租都夏利吗？不是夏利，不是夏利，华利，哎，不是华利，那个吉利，对，吉利，这仨哪个稍微好一点啊？这仨说比分咬得很紧啊！你说你这人。打刚才你老包庇我干嘛呀？有一车叫老包，就是什么什么利，有一车三利吧，三利牌。三利是天津说相声的老先生，
谁呀、啊？赵三立？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立？反正有一个，您别笑话我啊，因为我平常我都是跟人家那个手机拼车。您先您撂，先别拼。什么立？不是，有一车叫宾利，宾利，对，宾利，宾利人家华晨宾利，人家里头全让华晨糟践了。讲究啊，人家里讲究。还有那个车，我就绝对说不错。这是什么？绝对说不错。那个是那个叫什么来了？完了要干、啊。就 Gold Cup。这绝对进口车，这外国名。这是什么车呀 ？Gold Cup， 什么车？金杯呀、啊。Gold Cup， 你金杯，你老老实实说金杯不就完了吗？哎，这样说不显着洋气吗 ？Gold Cup， 华晨 Gold Cup， 华晨金杯。哎，这可以吗？金杯倒是华晨多。反正拉货用，人家里边做买卖，弄那个红。红酒，对啊，甭管真的假的，反正他卖，真的，有真的里头哦，还有假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弄那个小猫啊，就弄上那个薰衣草啊，其实都得搁里边一熏的，其实里边根本什么也没有，不是那熊是不是？熊小薰衣草小熊，对，这都是他的产业啊，没事就卖点的这玩意儿啊，弄俩钱，现在也买了楼了，买了车了，阔了，思想上就转变了，怎么转变？没往好处转变。越弄越糟糕，怎么意思？你看，认识的人也多了，名气也大了，往上贴团的也稍微多一点了，这不是好事吗？对他来说当然好事了。女明星啊，女歌手啊，女导演呢、啊，女个体户啊，女卖鱼的，女装修的，他就稍微多一点了。他都不挑职业啊，他人基数一大呀，其中不乏呢，就说现在话，颜值稍微高一点的，他肯定有尖子啊，他经常就往家里带。他媳妇这人呢，爱旅游，爱玩，老不在家。你给郭德纲这犯罪提供了温床，这能有什么犯罪、啊？哎，就弄家来了。嗯，那回领家来一个啊，俩人在那客厅，人家那客厅就100平方米，您听啊，挑高得70多米，你知道70多米没有这么塔里头，没有这么高的，反正挑高得7米，因为这别墅嘛，对吧？这中间都高，你这得来多少客人？搂着，俩人在客厅搂着，嗯，刚见面关上门，迫不及待，那一搂。不是迫不及待吗？多音字多，他等不了那个了。哦，正搂着呢，坏了，嗯、听里屋门呢，咕啦啷啷啷啷啷，咕啦啷啷。你说这么有钱换荷叶多好啊？换了一月换2回不管用。好，来多少人这得？门开了，他坏吓坏了，他以为是那阿姨来了。家里头阿姨来也至于吓坏了，那也不行，他媳妇儿不在家呀，给阿姨回头一看到底谁呀、啊、嗯嗯，搂着这女的回头一看，郭麒麟。哦，孩子不是现在啊，倒退得有6、7年、7、8年了啊，那时候麒麟小胖子，小胖墩儿，小矬胖子啊，他那年体重跟现在一样，抻长了，是真的抻长了。嗯，搂着一看，郭麒麟个儿也矮，比郭德纲还矮呢，你想想那这俩赛上了。哎呦宝贝儿，你怎么没上学？哦，我让你退的学，对，自己给自己埋一坑、那个、宝贝儿，你千万别往多处想啊，这是爸爸的朋友，你叫阿姨就行。你看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逗着玩懂吗？开玩笑，有这么逗的、啊、开玩笑逗着玩， make a joke understand。 哎呀，这懂吗？我也跟你说这玩意儿也不干嘛啊，你甭看这，看这眼疼知道吗？给100块钱，100啊，给100块钱，出去玩去啊，捡钱包去，走，捡钱包玩去。嗨，捡钱包，搁钱包里啊。哦，这么回事啊，走。郭麒麟拿着100块钱不走。这模样是得退学，斗火吗？你这玩意儿是你退的学，是学校开除你的？你怎么回事？别看这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逗玩，再给50、150，出去啊，出去那什么去？那个跳河，那不是那个游泳去，走，游泳。我现在150不，还不走？这倒霉孩子，你哪来的？你说你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再给80，230，走，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走，嗯，不走。还不郭麒麟拿着230多块钱，嗯，不走，看着郭德纲，你看，是拱火，这倒霉孩子怎么回事？不光不走，说句话，郭德纲吓一跳，说什么了？爸，我不走，为什么？上次妈妈带个叔叔逗着玩，还给800呢。嗨，你就这一家子，朋友们，我说都真事，咱别瞎编，咱负责任。为什么呢？上回那800块钱是我先垫上的，谢谢大家理解，谢谢大家理解。说给我这多日子了，行，这7、8年了，我跟他提过吗？其实就是间接的，我提醒他。不，您这嘴也够损的，来不来去说，不是您甭信，没有这事，这件事也没有，没有。说个有的，还有。说个有的，怎么会全没有呢？我说的是等于你全不知道是吧？那是有，是我不知道啊。当然有了，你都不知道。说说于老师，
这又要干，不是干的干不了啊。郭德纲跟于谦他们俩人业务特别好，相声说的棒，大伙儿最喜欢，这是正能量吧？对对，这对对吧？他俩为什么说的好啊？为什么配合默契？为什么呀？他俩得下功夫，得练。你看着台上30分钟很轻松很自由，不是？嗯，私底下俩人眼都花了啊，带着花镜，是是，拿着本子，且得看呢啊，得练习。嗯，这是不见面的时候。对对，只要见着，俩人经常在后台，俩人坐在一块儿排卵，是吧？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他说：“哎哎哎，我没听真这俩字，排什么？俩人坐在一块儿见面，俩人一块儿排卵。”哎，就是说一下，这是术语，这属于术语了。我们不是都叫排练吗？排乱，排练，排练。这俩人坐那儿排乱还不好看呢。啊，对对对，啊对对，排练，对对，排练。每一个节目都是经过深思热虑的，你知道吗？熟虑。嗯，不热熟不了。好，他这热饭来了。都是深思熟虑的。对啊，每一个字您一看全一样。什么叫全一样 啊？就是每次演出，他说我们的话叫包袱啊，就是那个笑料那个尺寸呢、啊，哎，怎么说呀？基本都一样，大伙还笑，对，这是个功夫，是是，这是个能耐，哎，这叫准确。有时候电视台录像去，嗯，电视台录像机器支好了，啊、双击怒，对对对，一开始呀一说，跟舞台上分毫不差啊，完全一样，这是功夫，是没这功夫，办不到。对对，怎么练呀？他俩。不光在后台，还有吗？后台人多太乱，嗯，经常没有演出的人也到后台来模仿来参观。好家伙，就是凑热闹。到哪儿？到郊区，嗯，北京郊区大兴那个边上叫李贤呢。对对，那儿有一个仓库，嗯，这仓库多大呢？跟我们这舞台比啊，有1/7这么大。那就别拿舞台比了，就啊，很小吧，是10几平方米、嗯，里边认什么都没有。哎，每到周六或者周日上午，这二位、这俩位就奔那儿去了。对，一排练就是一天。您听，能不出成绩吗？他得努力，他得坚持啊。是，那回闹笑话了啊！早晨起来就去了，嗯，晚上10点半俩人还没走呢。哎呀呀，俩人也累啊。转天录像，这活用的紧一点，嗯嗯，急一点。郭德纲跟于谦说：“说谦哥呀。”这么办吧，要照这样下去，咱俩也没等录像，咱就休克了，是吧？那别录，我出个主意，咱俩打个赌，放松放松，好吗？谦哥，你说吧。谦哥，你呀，把身上衣服都脱了。于谦一听郭德纲你要干嘛？这么多年我没看出来你跟我是一样的人。要不这俩走的时间长呢？你说这你想太多了。您把衣服都脱了，看你敢不敢打这赌？嗯，脱一光眼子啊！出门你照着咱这小屋啊，也别往远处跑啊，你绕咱小屋跑一圈，你只要敢光屁股跑一圈再回来，我给你5万块钱。哎呀，你说人有钱人啊，这就5万块钱，人工薪阶层一年挣5万块钱，是他这一打赌5万。5万，于谦一看你说的啊，5万啊，这真脱呀。为什么他敢？那个郊区边上连路灯啊摄像头啊根本没有，嗯，10年8年不来一个人，嘿，耗子都不上这儿来。您听听，这都晚上3更半夜，嗯嗯，上回来人还是去年呢啊，你这什么时候？不可能挣他5万，这小圈1分钟都用不了。他快呀，脱完衣服往那一放，嗯，于谦叮了当啷来到门口推个门。哎哎，等一等，这脱一光眼的哪来叮了当啷啊？不要问，不要不要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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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爱打听这个。嗯，我还爱打听逮这个，他逮着灵着呢，你灵着呢。怎么就叮了当啷这动静？于谦啊，在十里河那儿啊，十里河知道吗？说买一手串，手串，手串上面有点铃铛，铃铛，啊，叮了一走，叮了当啷，叮了当啷，有点铃铛。下来，哎，手串响，遛狗来了这。遛狗干嘛？到门口推个门，一个苍蝇都没有。你别提苍蝇，有人没人呢？人也更没有了。这地方什么都没有，任何生命体征啊。呵，什么也没跑。一圈4-6步不着急，皎洁的月光，哎，一圈不到1分钟回来了，真快，也没出汗。哎，回来之后很轻松。德刚掏钱，哎，掏钱。郭德纲一看他真跑去，你5万块钱你给他也心疼。对，你不给你答应人家了。嗯，他往回对付啊，谦哥你把衣服先穿上。好家伙，先穿上。你看我没想到您这么没羞没臊，是吧？给这么评价。比如说我要是光屁股跑一圈去，这5万块钱你就不好意思要了吧？嗨，他拿话局人家。是于谦后头人呢，嗯，行，德纲咱就为玩啊，我也没真打算要钱 啊，对吧？你跑一圈去，你真给我钱倒不好意思了。呵，你跑一圈钱我不要了，也跑吧。好嘞。郭德纲一看他于谦都做回实验了，脱完之后叮了当啷到门口推开门，
也戴一手串。他从来不戴那玩意儿。那这叮了当啷呢？手表，手买块手表20000多块钱，上面有俩铃铛，你知道吗？全指这俩铃铛。当啷推个门，没人啊，一个苍蝇都没有。哎，别老踢苍蝇。刚跑半圈坏了。怎么了？天有不测风云，要干了。人有旦夕祸福。于谦跑一圈回来没事啊。郭德纲刚跑半圈，对面来四个警察。四个警察也不怎么着，跑这儿巡逻来了。呵，拿那手电筒16节电池的。哎呀，一人拿俩，探照灯一样。找着郭德纲，哎，干嘛呢？呵，黑灯半夜不睡觉，光屁股跑什么呀？是啊，刚才你出来一回来，我就没理你，怎么又出来了你？两回全当是他了。回去。还不回去？你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这就赶上了。嗯，这就是命。是，为什么他现在说相声这么火呢？这也是命。对，命，人不能跟命争。是，你说比他努力的有没有？不是没有、啊、有有。比他聪明的，全世界说相声他最聪明吗？不见得。也不然，哎，运气好又赶上时机了，机遇也好，他又有能耐，啪，郭德纲出来了。你这分析的对，对吧？你看这个一辈子出不来，这个啊，一辈子出不来。您就是那个烂了的蚕豆，这句是一辈子出不来，还是出不来？对，不是我怎么就出不来？我也电蹭一下，我也你蹭不了，你蹭一下的是蹭，你下去。哦，嗯，我蹭反了。对，您绝对出不来。那您我有什么缺点提的意见？郭德纲能唱，你能唱吗？我也没卖过报啊。你卖报干嘛？郭德纲说的嘴皮子利索，你嘴里老跟那横着袜子似的。我没有，没有啊。你看看，你甭承认，没用。郭德纲脑子聪明，你聪明吗？我也聪明。你最傻了，你最后台最傻的。那天上礼拜四我们评选了德云社最傻的人，就吴继明投票，他全票，他自己都投他自己。列位，您信吗？您信哪？你看，你看，你看，您都投票了吧？你看哪单位进行这个评选呢？别的单位用不着，说相声用得着啊。末位淘汰制把你淘汰了。不不不，淘汰。结果我这说两句好话把你挽留下来。我淘汰不了，知道吗？我脑子根本也不笨。再说一次，我脑子根本也不笨。不可能不笨，你怎么可能不笨呢你啊。告诉大家，北展剧场坐满2700多位啊，看反应怎么样？快着呢。多少？废话，我随着看，你随着动，我知多少啊。你反应快，你每个数都说呀，1、2、6、8、9，说呀。我这有意思吗？这个没意思，没意思。你也这没，那有拿这烤我这脑子？热身懂吗？我这都快出汗了。不动呀。多少？这是鸡爪子。你看你这不礼貌了，咱这闭幕式大闭幕式的，对吗？这20周年，下回演出20没了啊，你不珍惜吗？鸡爪子干嘛？数多少？86。怎么86啊？多少？八。这个六。86。精彩吗？没想到吧？精彩吗？没想到。这有什么的？这个我问着。你会这动作呀？86啊？这68呀。哎，精彩，精彩不精彩？怎么68呢？你这68，这精彩不精彩？你这跟我学，废话，这无聊了。这跟人学没用，跟人学没用啊！我再考你一个，考你这个题，海洋生物题啊！我拿我那本功考考你啊！海洋生物题，说在这个大海里头啊，你看，你看，大海，别抒情，说就完了。大海知道吗？知道大海。跳过吗？跳，我跳大海干嘛呀？我瞧见过吗？瞧，大海啊，大海里头。有很多生物、植物、动物都有啊。对对，很多植物、动物、海洋动物啊，这么游的，海里游。蝌蚪。大海里弄俩蝌蚪，那玩意儿多尴尬呀、啊，是不是？变成蛤蟆上哪待着去是吧？不对，那我不知道。海马呀。我以为蛆呢，一开始我以为。大海里有蛆吗？没有没有，一个苍蝇都没有。没有没有。知道什么？告诉你了都。海马。哎，对啊，你瞧，大海里这么，这是一个铺垫啊，已知条件啊，已知条件。好，好，海马。说在大海里那么游的，这是章鱼。不对，不对，不对，一猜你就得说章鱼。章鱼是那么游吗？章鱼是这么游。那是水母。水母这是。它这全在方向上呢，那我不知道。五个海马一块游。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样？五海马一块儿，这还有一仰泳的，是不是？啊，哥几个不错，反正走，咱一块儿游吧。这，没什么劲。承认脑子不？不能承认。他答不上来，他告诉没劲。这不就是脑弯急转筋吗？这不就是啊？什么脑弯急转筋呢？脑弯急转筋就是让你脑弯呢，里边这弯呢急转筋一下。
你听的还脑筋急转弯呢。不是，我不是弯搁哪儿，弯搁哪儿的都有，反正现在脑筋急转弯。我再来一题，来一题，你还答不上来，你问我吧。这样吧，哎，我也来一个。你问我，不是问我问题啊，我告诉你一句话，你拿这个问题来问我。好好好啊，好，就证明你反应快慢。好好好，行吗？哎，可以吗？接受哈，没问题。但是大家，你答不上来或者你说错，你寒碜啊。那可不是。你问我，你问我，你拿这题这话你问我。好好啊，好吧，哎，你问我吧，你问。你问我拿这话你问我我呀问吧你问我你问你问呢你倒是你怎么不问呢废话我问什么呀我问哦对那句话还没告诉你呢哈你没告诉我趴下了你知道吗我还没告诉他我还没他调节气氛呢是吧没告诉他、哎、告诉来啊这是什么演员呀再来啊好好再来啊好再来啊注意啊拿这句话问我我告诉你啊拿话问我啊说你说啊你说你是企鹅吗我问我快问你问我呀你拿着话问我你问我你说企你快问你让不让我说话呀你怎么回事你废话你得让我说话呀你得快问啊你说你是企鹅吗问你是企鹅吗我是企鹅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呢这说半天劲儿的这刚问出来我多的不好意思问了我是企鹅这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不敢问的再问你还这形式还问我、哎、你问我你是长颈鹿吗还问你是长颈鹿吗呸我他妈不企鹅吗我挺好企鹅拿我当长颈鹿去我妈在哪儿去拿着题跟你爸玩的你是什么你问问你爸什么玩意儿啊这叫有劲吗你爱是什么是你是海马你是五个海马行吧你有意思吗我是长颈你爱是什么是什么吧你有艺德吗你有意思吗我怎么叫没有艺德没意思这个题啊证明你脑子笨你老不承认我就这脑筋基本上我说你也不会不可能你也立马说 你没说你没说我都猜着你没说我就猜上来怎么可能呢你就会一个你听着听一个死狗不就完了吗你那会什么呀死狗对吗你说我这还真是死狗你看你就会一个不是我这不是死狗那个又学一个对你听这个啊再来一个说有一个鱼缸鱼缸我们家也有鱼缸里边有俩动物、哦、一个是小金鱼这金鱼是红色的这都没用还搁一小王八、嗯、就是圆的鱼缸咱就搁在冰箱里可不给它冻上啊给它搁冷藏 有毛病这人第二天打开这冰箱呢、嗯、拿出这鱼缸鱼没了光剩一小王八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嗯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这鱼哪儿去了呢哦你那个意思我刚听明白一个鱼缸一个小鱼一个王八搁在冰箱里头转天一打开谁没了鱼没了鱼没了光剩王八了对这不理解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嗯、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告诉你说一说说有一鱼缸有俩动物一个小鱼儿一个王八两样给它搁在冰箱里头、哎、然后第二天把冰箱打开把鱼缸拿出来就拿出来了鱼没了光剩王八了嗯这鱼怎么没了呢这王八也纳闷呢这鱼怎么没了呢你呀、啊、你好不了了你就是那兔子的儿子这句是兔崽子你就是行别这一嘴俏皮话 你太可恶了就这个脑筋急转弯谁都会你太可气了我怎么就证明我脑子慢呢这么办吧换个方式证明你弱智非得证明出我弱智来换个方式证明你弱智这个方式认可吗换个方式我不认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方式、啊、你老是不认可我跟您介绍他你们家里头啊干活啊家务全是他媳妇儿他媳妇儿这人不错是啊跟我不错是吧甭提跟你我对对我不对谁都不错对对对吧好人他在家不会干家务嗯在家里头煮鸡蛋不搁水你看看蒸米饭不搁水这都他为节约用水不会干家务拿鸡精当小米熬粥喝这都他不是那天确实那味儿也不好喝呀是不是、啊、我也觉得拿鸡精当小米还没少搁搁完了一关火一看他妈我小米哪儿去了嗯什么也没有一锅黄汤子是这王八也纳闷了、啊、小米哪儿对对呀、啊、是吧是不是你反正这是失误了各方面他都不行你说哪你有优点吗一个人的优点总是难免的你有优点吗怎么优点变成难免的了你有什么优点我没有什么优点你看看你自己都说其实你也是你也有优点我优点多少有点是吧我给你总结吧好啊栾云平是你吗是我啊此人优点如下说、啊、第一
你别催我啊，别催啊，别催啊，我说话了，我对你有人催我，眼神催也不行啊。优点啊，先说缺点吧，先说缺点啊，先说缺点啊。优点还真摘不出来、家里头什么也不会，私底净得罪人，台上不会说相声，嘴里有臭味儿，然后呢，你斜眼儿。行行，您累了，您累了，咱俩人合作一场相声，您这么巴死我，您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对，我就你下去，我好像我就稍微高一点。你不，我不下去，你也高一点。你好，你1.83米呢。干嘛呀你？你又找这方法？1.83米不傻就尖，我对吗？甭弄这个，哎，拐弯抹角是绕的人，他骂人。我没绕的人，他骂人。我说实在的，你啊，你这个痔疮伤啊，还是稍微差一点。智商，智商差一点。说相声的四门口技，刚人家张云雷啊，是郭德纲人唱，你唱了吗？那个都上吊门上得去吗？不行，你踩梯子，你踩梯子我也上不去。你上不去啊，你这真是快板，快板，刚人唱快板。于老师唱同仁堂，你会唱同仁堂吗？我不会。同仁堂会吗？不会。你就会吃同仁堂的药啊你。你可气，你真是这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不好来，一般人打不响。于老师他都不会打，他让我打，知道吧？这东西我拿这考考你行吗？这行。这个玩意儿它有艺术性，它分流派，你知道它分几个流派吗？三大派吗？你这玩意儿就瞎蒙，所有东西都是三大派，你知道吗？哪三大派？王高里吗？所有东西都是王高里，你知道吗？哪个王高里？你知道吗？王凤山、王飞山。王飞干嘛呀？王飞、王凤山、李润杰、啊、李润杰、高凤山吗？高凤山，对啊。刚才于老师唱高凤山高派，两头见凤山吗？对对吗？我拿这个，我在这儿，我给你唱一段，你就不知道哪派。我也一直听，你也一直听，你是一直听于谦唱，你是他就这一段，你知道吗？来，不是这我也听过，你起什么誓啊？不起誓，听这个，你准不会。您来学术探讨，好啊好好，你要不会，你是我儿子啊。凭什么呀？儿啊啊！我还爱答应，我还，您就唱就完，哪段我也唱两句。姓栾的，哎，不是我起不瞧你，一般我们都说瞧不起。您这语言有点倒装了。哦哦，我在美国时间太长了。是您这装错了，您准不会啊？哎，21岁的小寡妇，这段啊，少姓没神儿。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我这过了门的范白裙儿死了那个当家人儿。哎哎，过了门子，这段叫小寡妇上坟，王派王凤山，答 说不知道，凭什么呀？打你母亲没结婚就这段子，知道吗？太老了。再来一段，这段子比同仁堂岁数还大呢。再来一段，你甭说你知道哪段，你给我接上下句，证明你有学问。你不要挠我痒痒肉。哎，这边呢，嘿，干嘛？你这圆坟来了是怎么着？这边，这都挨着吗？这都挨着吗？这边，这都挨着吗？这边唱，哼，气死我！你别来这套，你唱不唱？这有什么的？这个接下句啊！哎，我说的是，我也唱了，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接下这段。我接你奶奶个孙子！人身攻击，人身攻击，他接不上来。我接你奶奶个孙，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你说这有什么用？这都不是废话吗？这不废话吗？根本就没这么一段。怎么没这段？叫两只羊在山顶之上，非常凄美可怜的爱情故事。这哦，这段子名字比这段子字儿还多。管着吗？这合理吗？这个你管得着吗？没有这么一段。管得着吗？你管不着，你对不对啊？说实在的，我们俩台上啊，这你看动嘴啊，什么刚才拿着快板打赌啊，什么我是他爸爸，他是我儿子，别往心里去，你也别往心里去。谁往心里去了？我怕你当真。我放心吧，你死心吧，您。那行，你说那就好了。嗯嗯啊，其实这个玩意儿呢，说相声的多少呢都会点，是他也会，这能都能大家。哎，这不是说的我这什么。跟他打，这通过这方式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哎，说相声的什么都得研究。对，离我们最近的其他艺术门类，除了快板啊，
什么这个评书啊、戏曲啊，我们都得有研究。是，我们都听。郭德纲连说带唱这么热闹啊，他正式唱过戏，是在台上唱个京剧，弄个评戏啊，钻个虎形啊，钻个什么豹形啊，钻个黑袍啊，他演得好极了。那得能翻跟头，是不是啊？对对，他就是应这功的。嗯啊，我对戏曲有点研究。哦，爱听戏曲。好啊，戏曲跟相声不一样。怎么？相声俩人表演，这个台词是灵活的。是，今天多说了一两句啊，明天少说个三五句啊。少说个十句八句的，二三十句的，七八十句的，二三百句，五六千句的，没关系，是吧？那就没演，等于是。哎，没关系，别少太多了。戏曲舞台上可不成，嗯，只要是出错了，那可麻烦。是，因为什么呢？有跟你唱对手戏那个演员，哎，还有其他的乐队啊，什么折韵呢、啊，好多事儿呢。嗯，他麻烦啊、哦。有这么一出戏，您讲传统的京剧《问桥闹府》。打棍出乡。主演主人公啊，嗯嗯，范仲宇。对。剧情是什么呢？这个坏人叫葛登云，把他夫人给霸占了。是，他到葛登云家里找他媳妇儿。嗯，路上有四句唱词，这四句：食材乔哥对我论，嗯，老则名叫葛登云，哦，迈开大步朝前奔，不觉来到则的府门。这则什么意思？则就是那个贼啊！哎，上口念老则，您那边指就是老贼。是是。这个演员呢精神没集中，嗯，唱一句半把台词唱忘了，一句半就忘了。我给您学学当时怎么忘的。是才叫过对我论，老子的名叫，这忘得太尴尬了。哎呦，想不起来了。是啊，脑子一片空白。哎，他乱了。哎呦，但是还有一个反应，反应把这个乐队先摁住了。哦，不要再拉胡去了啊！你再接着伴奏，我唱不出来，尴尬。是，怎么办呢？嗯，说他们的术语叫柱头，柱头一掐柱头，乐队掐柱。哎，我给您学一学。来来，是才敲过对我论，老子的名叫问去。哎呀，且住，还挺急。哎呀，且住，且住。打鼓佬一听，怎么着？嗯，怎么散戏了？是怎么着？你这刚开始啊，到这儿怎么且住了啊？打鼓佬一压这鼓，哎，拉胡琴的、打锣的全都歇工了。嗯，打鼓的是指挥啊，啊，他一停全停。对，这个演员在台上自己发挥就好办了啊，说上话了，我改道白了，自言自语。是，哎呀，且住，嗯。是方才那巧哥对我讲的是明明白白，哎，怎么一时想他不起？他怎么想不起来了？想起来不就唱了吗？对对，他忘了啊。他有主意，嗯，一透袖叫乱锤，乱锤，手搁这地儿，台上转圈，呵，讲说是这讲转圈想词儿，哦，转40分钟，愣没想起来，小一钟头。汗也下来了，着急。演员有主意，嗯，奔上场门走啊。那剧场不像这剧场那么大，是走的没这么远，不大点儿。上场门有其他人呢，啊，问问他们好接茬唱。对啊，奔那边讲，到那儿撩帘又回来了，问出来了，没人呀，这还挺寸。平常那儿跟那北京马路似的，拥挤不堪。呵，今儿一人没有，哎，就为看我笑话来的。嗯，这笑话让你们看上我算老演员吗？哎呦，上场门没人没关系，嗯，奔这边，这边乐队在这边，哎，准有人了。问问那打鼓的啊，打鼓的戏包袱，嗯，大小节骨眼唱词他都会，都得懂。我一问他，我就唱出来。好啊，到他跟前不能说忘了啊，说术语叫电了。哦，对，哎，这样借着家伙点到他跟前，我说别打了，我电了。电了，就是忘了，嗯，我电了。是打鼓的一听，怎么着？嗯，你电了。对，你再转一圈吧。怎么？我也电了。啊，打鼓也电了。哎呀，实在不凑巧啊！这句别往外说了就，就俩人全忘了。哎，打鼓的咱不知道是真忘了呀，还是诚心阴他一下子。这玩意儿都没谱。这拉胡琴的一想，人观众招谁惹谁了？是说呀，花钱买票看你台上逛街呀。嗯。遛弯的多一巡逻的是怎么着？对，他也有主意。怎么办呢？把这胡琴这么一挂，往那一放啊，嗯嗯，打算提提醒。嗯，葛登云他不能嚷嚷哦，一嚷嚷观众听见了，嗯，伸出一条腿来，冲这个演员做动作，啊，就是个提示。嗯，好，嗯，好，这什么动作？这叫蹬。蹬。那葛跟那云他不好比划。嗯，这蹬借字抄音。哎，有这一个蹬，你还想不起来吗？对呀，这个演员看见没有啊？看见了吗？看见了，这就好办了。领会错了啊啊！回头一看。嗯，这演员一看，嗯，看见了哦，来，是才敲过对我论，老子的名叫一条腿儿啊，这成匪号了，这没有叫一条腿的，成残疾了。就说呢，所以说呢，精神上绝对不能够开小差，嗯，稍微开小差就影响演出效果。对，还有这么一出也是传统京剧，你再讲一讲。
叫失控斩。失控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嗯，三出戏搁在一块儿叫失控斩，这是个大戏。其中有当中这么一折，啊，叫什么呢？叫献地图。嗯，献地图什么剧情呢？您讲一讲。这个诸葛亮啊，派这个马谡去镇守街亭，是王平作为副将跟着他一块儿去。对，到那儿那个诸葛亮怎么嘱咐的？要靠山进水，安营扎寨，这是战术。马谡没听他的。哦，王平不干呢，是说你不听丞相，到时候出事怎么办呢？对，一意孤行。将帅不和吗？王平画了一个街亭的地图，嗯，打发给这个棋牌官连夜送交诸葛亮。哎，诸葛亮打开一看，马谡没听我的话，嗯，街亭要失守啊，他好部署下一步的任务。对，就这么个剧情，是挺简单呀。主人主要人物两个，这俩人是一个是献图人，一个是诸葛亮。哎，说的就是这场啊。从这一出来，献图人手拿着地图，嗯，念一副对啊，立了街亭敌。来此是西臣，是门上哪位在？谁在？诸葛亮派秦童出来了。嗯，你是何人？献图人求见丞相。哦，候主，嗯，让他等一会儿。哎，秦童进来见诸葛亮。嗯，启禀丞相，献图人求见，传他进来。进来吧，丞相传你，你要小心了。是，跟着秦童进来见诸葛亮。嗯，诸葛亮得问他啊，你奉何人所差？谁呀？王平，王将军所差。嗯，收捧货物，地理图。诸葛亮俩字，这俩字展开，打开吗？展开。乐队吹三枪，诸葛亮看地图。对，枪的隆咚，枪的隆咚，枪的一打的隆的枪的扛的隆，这一个隆场。嗯，一看坏了啊，街亭要失守。您看，这都是剧情啊。是，诸葛亮告诉这个棋牌官，哎，命你到李六臣调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这赵老将军就是赵云。哦，让他去找赵云，那厉害了。其实就为让他找个借口下场。对，这个棋牌官两句废话都没有啊，就说两个字，这俩字是遵命。遵命，扭头就走。嗯，就这么点剧情。哎，因为演棋牌这个跟演诸葛亮这个俩演员有矛盾，闹别扭了。演棋牌这是配角啊。哦，诸葛亮绝对一号啊。对呀，他找这个诸葛亮借钱，嗨，这演员不借给他，哦，记仇了。嗯，把这点脾气、这点怨恨发台上来了。台上闹舞台议事了，台上撅人，闹错误了。当时呢，啊，这样呢，嗯嗯，念一副对离了街亭地，来此是西臣。哦，秦通带进来见诸葛亮。嗯，你奉何人所差？谁？王平，王将军所差。嗯嗯，收捧货物，地理图，展开，打开。诸葛亮看地图，对，枪的隆咚，枪的隆咚，枪一点的隆根，枪的扛的隆，这一个隆场。命你到李六臣调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下去吧。他应该俩字遵命守人。对，没有他呢，憋着阴这诸葛亮一下子。嗯，诸葛亮还不知道呢啊。命你到李六臣调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嗯，且慢。嗯，诸葛亮吓一哆嗦，且慢，且慢，就是你后边还有话呀。对对啊，这位接着说，且慢。哦，启禀丞相。那赵老将军如若不在列六臣，那便是何是好呢？瞧人问这问题，诸葛亮心说：“好小子啊，这什么意思？诸葛亮不在，不在我是谁呀、啊？你上那儿找赵云去，他凭什么走啊？对，他上哪儿去也得跟我这打报告啊！啊，我没见着批文他就走了。嗯，好小子，没借给你钱，你诚心撅我，这明白了。我要让你拜我撅在这儿，我是诸葛亮吗？嗯，明儿我不就打旗去了吗？呵，诸葛亮有辙，怎么办？那。”赵老将军日若不在那列六臣墓，他说话怎么那么慢呢？他妈想词儿呢，他那是、哦、对对对对，啊有了，那你就四处寻找寻找，也知胡说八道的，找一找是啊，这位诚心起哄，对对，不想下场啊，丞相，嗯，那要是怎么找也找不着你，哼，这通起腻啊，诸葛亮心里话，好孙子呀、嗯。看这意思，您是没完没了了啊！哎，那要是这么找也找不着吗？就说呢，军机大事，不可声张。你扶儿过来呀！这扶儿过来，就要他这耳朵说悄悄话。离近点儿。这位棋牌跟大傻子似的，哦，把耳朵递给诸葛亮，丞相讲些什么？说什么了？诸葛亮揪着他耳朵，我是你爸爸。遵命，他下去了。给您换一场，刚才这个节目叫做
这个张鹤伦啊，郎鹤炎，这节目叫张鹤伦、郎鹤炎啊。节目没听啊，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节目，是是，下去休息休息。哎，这回把我们哥俩换上来给您说一段，换人了。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节日，哎，对，钢丝节，一年一度啊，哎，每年大家伙都齐聚我们这个德云社，哎，特别高兴。那是，现在德云社发展的也是特别好，哦，很壮大啊。哎，我们在亚洲来说也能上是最大的男子天团啊。对对，每次都得提这个啊 ，DYS48 啊，那个，这都是你自己给起的名儿。哎，越叫越火，你没发现吗？哦 ，DYS48。哎，对 ，48。哎，就我们这个德云五队的厂牌是 DYSN5 啊，这个都得是 DYS 啊。越来越多的这个相声演员呀，嗯，得到了大家伙的认可啊，得到了肯定。哎，对了，像我们这个演员来说呢，逐渐的也就很成熟。那是当然，有自信。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起来呀，啊，也有很多年了，十多年了，十多年了都。怎么着？怎么着？牙套快碎了。等会儿，什么毛病？特别的开心哦，跟我搭档很愉快。我们哥俩不分你我啊，可以这么说，我的就是他的啊，他的就是我的。我不太想给你。那我想一想，叫哥，你甭来这套。个人是个人的，但是关系很好。哎，对，关系好，哎，好到什么程度啊？人家曹鹤阳老师怎么着，敢花50000多块钱给我买件皮衣？各位不了解情况，有一孙子坐地上打滚不走，不买不行啊，丢不起这人啊。啊，你像我们德云社的演员啊，都把那钱都拴在肾上，谁舍得？当时你不是把我的肾借走了吗？不是，就给刷成一片一片的。没听说过，就是关系好啊，这都无所谓。特别感谢，哎哎，别。其实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一个在一个固定场合说想谢谢你。你不用谢谢我，先问送我什么？啊？就还礼，你准备还什么？啊，还礼了，还礼了，主意主意，帮助刀了。太孙子了，你这，啊，不是你想怎么着？我呀，啊，咱别的多说不了啊。干嘛呀？高低的，我请您吃顿饭啊。首先来说，客气客气，请我吃饭。哎，哦，真的假的？你这个人品我不太相信。去不去？不是，我不太相信。我 就问您去去去去去去，请就去，请就 去不就完了吗？去去去去，哎，去，请您啊，我得挑个好地儿了。啊，哪儿啊？外卖都点不着的地儿，外卖都没有。哎，对了，哪儿呢？外卖不上线啊。北京饭店。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我怎么觉得，哎，哦，北京饭店。对，那地儿不好停车。咱可以刷摩拜去啊。您这有点狠了。就能去就行，我现在倒无所谓。行行行行啊，我请您到那个北京饭店啊。吃什么？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我就知道这词儿熟，我告诉你啊，有蒸羊羔，不是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不是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不是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胡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卤煮寒鸭，麻酥油卷，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银丝，烩皖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鸽，炒面鱼，芙蓉燕菜，炒虾仁，烩逍遥，溜腰花，烩海参，锅着海参，锅着白菜，炸开耳，炒天际，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炸飞心，炸排骨，炸什件，清蒸酱油柱，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有蒸南瓜，炒窝瓜，炒丝瓜，冬瓜，溜鸭掌，焖鸭掌，焖笋，炝茭白，切根晒猪肉，鸭羹，蟹肉羹，鸡血汤，是三鲜木须汤。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自己丸子、新鲜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汆丸子、炸丸子、溜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肉、红焖肉、黄焖肉、炖肉、烀肉、溜肉、松肉、烧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冰糖肘子、蜜料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酸三样、爆三样、炸绣球、炸绣骨、烩银丝、烩散蛋、溜白大三鲜鱼翅、里子鸡、金泽火鲤鱼翅、板鸭、筒子鸡。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哎，烧烤鸭，烧雏鸡，烧子鹅，哎，卤煮卤眼，酱鸡腊肉。麻的，骗谁呢？啊，好吃不好吃？好吃，我知道你没钱，去你的吧！回来回来回来，骗。
认谁呢？这词儿我都听。咱为了节省点儿也太节省了。不是你等，你别着急呀、啊。不是，咱能找点调吗？咱这你倒太不着调了。你刚请我吃饭，当着大伙儿背一报菜名结束了。报菜名不背报菜名吗？你不能把菜名叫来吗？我怕他儿子不干。什么不是？咱们这当着大伙儿，咱私下聊，你有点诚意好不好？这够有诚意，一上来先背，请您吃这个。这词儿我都快听吐了，好不好？从小就背这个，那也没吐啊，非得让我抠嗓子眼给你吐一个，是吧？那还是啊，不是你等会儿，你要请实际一点，好不好？你请我吃外卖都行，主要是你这个诚意。行行吧，这么着吧，啊，炳哥也是最近刚买完房啊，我呀，踏踏实实的，我呀，掏5000块钱。我俩月的房贷、哎、我以为你是俩肾都没了呢。5000块钱怎么啊？5000块钱两个月的房贷你要干嘛？请您吃饭。5000块钱请我吃饭？哎，俩月房贷呢，我这5000块钱得什么饭店吃啊？行吗？吃的好一点，你随便挑，随便挑好不好？啊，什么有和豆浆啊，李先生牛肉面呀、啊、什么杨国福啊，行，随便吃，你等会儿就是点。我就知道逗哏演员都这样，你直接给我办一饭卡好不好？我天天那儿刷去。你看你又不吃，你这人不是我不吃，你 这就没有诚意啊。就5000块钱给我弄吃这，你这不行，你得好一点。好一点？对呀、啊、这么着吧，要饱家常饭，哎，要暖粗不一，咱就粗不一了，你好不好？咱来一个醋溜粗不一。我嚼不动，我嚼不动，醋溜粗不一嚼不动啊。不是，你5000块钱要在家吃，那肯定吃得特别好。你相信我的手艺吗？不太相信。那咱还家吃？你会做饭吗？我怎么？哎呦，我的天哪！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我能不会做饭？你会做饭？哎呦，您到我家，我请你吃。啊、行行，你说吧、啊。面包片，怎么样？行了行了，跟着他吃一个月，我是瘦下来了。我什么乱七八糟？面包片不行，你连鸡蛋都没法配呢，你。磕一个鸡蛋？不行不行不行，磕高配俩鸡蛋。我给你磕一个，你给我换点别的吃，行不行？行行行。啊，给你吃啊，你吃，你说好点。鱼行吗？鱼行，鱼这东西吃完不胖，这可以。你还在乎这个？虽然不在乎吧，啊、可以吧？鱼可以吃鱼，爱吃鱼是吧？主要鱼不便宜。哎，行，吃鱼是吧？啊，吃鱼，吃鱼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什么呀？天上的龙肉，啊、地下的驴肉。哎，对，咱们就吃驴了，好不好？就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说，等不对，不什么什么，咱吃鱼还是吃驴啊？不是，就那个有尾巴那个，啊？不是有鳞的。啊，有耳朵的啊，吐泡的啊，吃草的啊，加火烧的啊啊，要不还是吃你得了，我吃我个吧。你跟着，嗯啊，嗯啊，我是这样吧？我跟着干什么呢？不是，你说清到底吃鱼，你们逗哏的都绕的人，我你说清我吃鱼还是吃驴？鱼、哦、鱼，水里边游的，就吐泡，不是不就那个？对对对，就那个对吧？行吗？啊，吃鱼可以，吃这行吗？吃鱼可以。海鲜过敏不过敏？海鲜我不过敏，不过敏，我吃完脱敏的药我再去你们家，好不好？哦，吃海鲜，海鲜可以、啊，不过敏，不过敏，海鲜可以，咱就弄点凉菜。不是，咱不说海鲜的，你得有凉啊，就海鲜品种的凉菜是吧？哎，这个好，小海鲜啊，可小海鲜，我爱那个帝王蟹呀，大闸蟹，到日子口了，这我都行啊。那是小海鲜吗？我觉得挺小的。那叫小海鲜啊？不是，反正我觉得我爱吃，就是下酒菜咂么滋味。哎，这个可以，行不行？可以可以可以。半个海带，哎，然后7个海苔，抓把虾米皮，可以了。这个海带是海鲜吗？海带不是海鲜吗？这是个 bug，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这是个 bug， 这还有一个 bug， 你别废话，不要海带，不要海带，直接是入正，不要凉菜了，这是入正菜，入正正入正大菜大菜 啊, 啊，大菜啊，大菜，这么着啊，嗯、我给你来一个炖杂鱼、嗯，什么叫炖杂鱼？就是这一网下去，什么鱼品种都有，炖杂鱼。哦，就是什么样的鱼咱们都能尝一尝，哎，对，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吗？我爱吃，来这个啊，啊，咱来一个，啊、我想想家里有什么，都有什么品种、啊、看看啊，有锦鲤，锦鲤啊，有鹦鹉，有罗汉，您等会儿，红龙，行，你歇会儿，还有四条清道夫，你给我歇会儿，清道直接让我吃屎得了你，哎，强人所难了，什么强人所难？给我等会儿吧你，你是不是把你们家鱼缸里死的鱼都给我炖了，对不对？鱼吃食用鱼，不是观赏鱼，不吃观赏鱼，不吃观赏的，不吃观赏鱼，冰箱里就不行了。怎么着？哎，我得上鱼缸里看看鱼。你给我把鱼缸砸了，老板，不要再看鱼缸了，好不好？行行行，啊，我想想啊，吃观赏鱼，不是吃食用鱼，食用鱼。刺身行吗？
刺身可刺身贵，哎，这贵，哎，但是刺身生吃鱼腥啊，我不怕腥，不怕，请就行，不怕。我们家炸完那带鱼那油，我直接喝。深海鱼油一粒人家咽，我不，我直接嚼。请就行，你挺生性啊。有就吃，好家伙，一般人的汉子干不过你，我跟你说。哎，有就炸完带鱼那油愣喝，愣喝。哎呀，我天哪！有就吃啊啊！金枪鱼行吗？金枪鱼我听说过啊，金枪鱼这刺身是吧？对，没问题，冰箱里有，可以，这是家里现成的。那当然了，你这么抠门，你家里备这有金枪鱼，枪就这么大，枪就这么大。哎呦，那鱼得多大呀？这么大。我分析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个清道夫插了一根红缨枪，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的？那咱吃个屁鱼，直接吃枪多好呢？我给你表演好不好？表演什么你？哎，吞铁枪。你下去我就不会拔出来，我告诉你。怎么意思啊？没听说过吃鱼，那有鱼，有鱼，有鱼，一块一块的。啊，好像那玩意儿是一块一块的。哎，啊，好像是。你愿意吃大腹呢，鱼腩呢，还是中腹呢？嗯，不懂。就是鱼腩就是五花三层，五花鱼腩等于五花三，怎么听着这么不值钱呢？怎么感觉我？哎，你现在可不上网啊？这是怎么呢？那个猪肉比鱼值钱现在，啊，就相当于五花三层。哎，对六对六，但我不懂，我不懂啊。哎，对，安排什么吃什么，就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一般都是什么呢？切成片啊，对，好家对好。弄点萝卜丝儿。啊，好像是，好像是，底下垫点苏子叶啊，有吗？有有有，我没注意。码在那个冰山上啊，一像大船似的，哎，整整好看，弄点船啊，对对对，还冒着凉气那种。对对对，哎，行，哎呦，你这么讲究呢，你。当然了，哎呦。但是说实话，这个方法也不是特别好。怎么人家都？还有一个比这个吃还高级的，哪种？就找一人啊，找一人洗得干干净净的。啊，就把这片儿什么的都码这人身上，拿筷子一夹呀，哎，一颤悠，哎，还不能掉，哎，就这个吗？是这个吗？就吃这个，就吃这个，不改了。行行行，你给我帝王蟹什么都不在了，不要，就吃它，就吃它，对，就吃它，就吃它。回家呢，你先坐一会儿。我怎么着？我呢，洗个澡，哎，你好不好？咱们，我洗完了，擦干了，往上码，是吧？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来吧。是你啊？怎么的？不怎么着，不吃了好不好？怎么的？不吃，洗干干净净的。你洗多干净，我也不来了。倍儿干净。你倍儿干净也不行，因为台上演完出啊有汗。我不听，我不听，听完恶心，我不听，不听。弄起你把泥儿都搓掉了，我也不吃。起沫打好。起什么沫？打好沫。多啊！你说他啊，我在楼下坐着等他上楼洗澡去。下来之后，我身上扑扑完，你说我怎么下筷子？你告诉我，说夹哪儿不夹哪儿？你告诉我，不是什么乱七八，你躺那儿像话吗？大老爷们怕什么？不行，要这感觉吗？家里再没别人，就我们俩人，他往这一躺，来呀，夹吧。我告诉你，这不行，绝不吃。我告诉你，家吃了倒腼腆了，你这不行，咱宁可外边吃，这不行。谁还不光个膀子呢？你不行，算了，好不好？算了，这样好不好？给你省了，什么冰船咱都不要了，我自己带着酱油，带着瓦萨比去，到你家门口，我挤嘴里头，我自己嘴里给拌好了，我一敲门，你一开门，来三文鱼腩，我自己咔一咬，回家好不好？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连洗澡的时间都省了。你这是干什么？不是干什么？听着，那你以为进来坐一会儿也是好的呀？我一坐这儿你就得上楼洗澡去了。那算了，那你要是有这种成见的话，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了。不，算了，那不吃。那你就吃点别的海鲜。你换别的吧，对不对？海鲜是吧？生蚝爱不爱？这太掉价了！这个生蚝晚上点外卖到处都是，有那烤串地儿就有生蚝。不是那熟的，什么鲜的？鲜的不也得烤熟了？法国空运过来的吉拉多，哦，就是那种撬开壳趁着生，对，一口就进去那个。你什么？你再来那声，就进去那个。怎么嘴里有哨啊？是怎么的？你们爱吹的就进去一吸溜就进去啊，就是口感特别回甘，特别好吃。对，甜。再配一点那个日本那个清酒十四代，我听说你爱喝这个。我爱喝清酒，那玩意儿柔啊。哎呀，对了，就说这个十四代这个酒好在哪儿啊？啊，弄点那个米啊，磨成就特别小的那个米粒儿。哦，这特别讲究，对，最好拿那个米汤啊，对，就是拿米沉淀出来的清酒，对，是吧？是，我家里边的淘米水我不洗头了。
给你，好不好？这样吧，为了你不掉头发，你还是接着洗吧，好不好？什么毫米水像话？还喝酒不？不喝酒了，不喝酒。生那是吉拉多生蚝。吉什么？吉拉多。吉我知道吉娃娃，我不知道吉拉多。法国吉拉多啊，吉拉多生我没听，我都行啊行，听着就高档，可以可以。吉拉多生蚝，人说吃生蚝还有这么一名字呢。什么名字？叫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有这名字吗？有。男人的什么？加油站。啊，行，可以。女人的美容院，哎，女人我就不管了。现在男人的，可以，可以，可以。就说这个，就是鱼腩呀，跟生蚝，你挑一个，你挑哪个？我想加油。行吗？那咱就吃这生蚝，就吃生蚝了，就吃生蚝。光吃生蚝干一点，那你什么意思？咱呀，咱来点凉菜怎么样？来点配菜。对对，可以。光吃那个不行啊，大葱蘸大酱。这玩意儿都挨着吗？你这吃着生蚝，那边大葱蘸大酱，这生蚝大葱这俩挨着吗？太挨着了。怎么挨着？生蚝配大葱，生活很轻松吗？那得看什么时候轻松呢？得看。哎，生蚝配大葱，大葱这玩意儿男人吃了也好啊，也好吗？也好也好，就吃完味儿薄薄了，不没事啊。还有别的菜呢？还有什么呀？烤韭菜。大半夜烤点韭菜，那玩意儿吃完不消也、哎、折一折大葱的味儿。那我这嘴里就改混合的味儿了，对吧？哎，吃大葱对男人也好，也好吗？得也好，啊、这玩意儿就得喝点酒了。哦，得配点酒。哎，喝点酒啊！十全大补酒，里边啊有什么人参啊、人参、鹿茸啊，还有什么枸杞呀、啊？哎，你等会儿吧，我可算听明白，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啊，大半夜的啊，吃完生蚝吃大葱啊，吃完大葱吃韭菜，吃完韭菜再来点十全大补酒，那我这大半夜多燥得慌啊！燥得慌不怕呀？怎么着？我洗澡去啊！我去你！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歪唱太平歌词》，表演者张云雷、杨九郎。整妆奁，那黑怎怎乌云万水钻，钻心横别薄玉簪，那簪呀云鬓飞彩凤，那凤凰摘花过了紫山，那山秀藕吞描了花碗，那腕带想着是个发蓝，蓝缎子宫裙裙压百褶，褶边露星星点点小金莲。好，真好听啊。杨九郎您好。这么客气啊？该客气就得客气。我刚才唱的是什么啊？您说这曲种啊？嗯，都知道啊。什么？太平歌词。哟哟，没问你们太平歌词戏这么多呢。都知道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哎，哪一段啊？忘了。唱的应该是层层见喜。层层见喜。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钢丝节。钢丝节。对。第几年了？哟，今年是第九个年头吧。第九个年头。哎，对。其实刚才啊，我在后台所看到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师兄弟啊，嗯，就是刚才在后台我在那坐着看师兄弟聊天啊，我的脑子是飞了。脑子幻想的就是想的是别的呀。宵夜。怎么没出息呢？就指着宵夜呢，每天。谁指着宵夜？啊！什么？一点都不胖。啊啊！行行行行行，都有双下巴了。嗯、没有没有没有。大伙关心您想的是什么？听我说啊，我想的、嗯，我脑子里浮现的都是小时候。哦。小时候。儿时。哎，师傅带着我们。啊、嗯。这个。
每天带着我们教我们唱太平歌词啊，学徒的时候，哎，教我们背贯口啊，哦，在我脑子里一幕一幕的在那回，开始在我眼前就是跟过电影似的，哦，教学的画面开始回放，真好，就想起那会儿小时候，嗯，师傅带着我，嗯，烧饼，哦，岳云鹏，对，还有三哥孔云龙，哦，就你们一凡的，啊，带着我们早上起来啊，五点就起床了，买早点去，我们怎么那么惨呢？我们。不是五点起来可不早点吗？五点起我们练声发声，哦，喊嗓子，卖包子，卖包子，那干嘛呀你们？我们练声呢，哦，师傅五点带着我们起来之后，嗯，要不就找一个河边，哦，或者是找一个空旷的地方，有点回音，我们站在后边一排，啊，师傅往那一站，啊，对不起啊，要不你先调调话筒。不用不用不用，我师傅往那一站，我们都站在后边。师傅，我跟你们说，一会儿跟着我学。这是指郭麒麟的吧？这是发声练习啊。哦，我说一句，你们啊都跟着我学。哎，好嘞好嘞好嘞，师傅，一句跟一句。哎，跟我学啊。哎，发声嘛，喊嗓子。对。啊啊啊啊啊！我们一排。啊啊啊啊啊！跟着学。咦，我们，咦，我就不该说发声，见溜就走啊，咦咦咦咦，月饼里德云红酒了里，我们大伙儿一块儿跟着喊，你们那会儿就干微商是吧？你们那会儿。不懂发声练习，哦，坑王式的练法，哦，坑王，哎，坑王的哩，行了行了，啊，行了，这都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就学这个呀。其实我说实话啊，嗯，挺惋惜他们的。干嘛我要咽气是怎么着？我要不是说你咽气，干嘛一直我很惋惜呀，啊，就是说呀，嗯，他们九贺字先不提了啊，就他们九字科的这些个徒弟们啊，啊，就稍微逊色一点了。这都是您心爱的师弟们啊，这都是，也不能都否决啊，心爱的师不能都否决啊，嗯嗯嗯，看过德云社那家谱吗？啊，对，就是周九良以前的啊都不错，后边是张九池啊，张九池后边的也都不错，真好啊，现在的九字的，您就说我刺就得了，好不好？可不是不婉转一点，给你留点面子吗？这是婉转吗？这个，啊，这是婉转吗？这个，他妈我刺是怎么着？太刺了！不是，这倒是我的特点。就我怎么就刺了我？这个，不是你老人扣死人家严鹤祥干什么？你老跟这谁惹的了？干嘛呢？跟这他，我这话筒都歪了。就那个九字科排老四的那个。啊，就杨九郎就行了，我怕说杨九郎你不熟。太平歌词，嗯，你说他啊，他没有赶上，谁没赶上？没赶上，你看师傅那会儿他是有时间，嗯，来，哎，来这个教我们唱啊，教我们学这些个贯口。就你们小童那会儿啊，你到他这儿，他进来之后，这师傅现在也火，档期也忙，不，没有，就是没有时间，就是归着他，拿我当家具了，你看没有？没有时间归着他，你说你就说太平歌词，哎，就他，哎，什么叫太平歌词？你看、哎，太平歌词一个上句，一个下句，这两句是来回倒，可以了。他为什么是两句来回倒啊？哎呀，太平歌词的这个韵味，这个第一句出来必须得有这个鼻音啊，小鼻音，啊，嗯，鼻音，哦，没学过，可以了。哎，我等会儿，哎，替他们惋惜。哎，微商，你先等一下，哎哎哎，谁的？从小就学微商，你看没有？那会儿我这才知道，不是我们怎么没赶上啊？您哪赶上了呀？不是，我阐述一点啊，我学徒那会儿虽然比您晚一点，师傅没法亲力亲为，但是我们也跟随老师一块儿学呀，我们也师哥长辈也带着我们一块儿学呀。学什么呀？太平歌词。刚才那个层层见血还是我台下我教好的他，一会儿说啊，记住了啊，层层见血。知道了。行了，您场场上演都这段知道吗？您啊，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了。
是不是我也最喜欢这个作品，是不是？嗯、还现教的我。